朋友们，今晚欧冠决赛之夜，这不 celebration 一下 ，Let's go！ 在这个蓬莱去烤肉，先炫肉。球队一般呢，就是有重大的比赛日呢，就是包一个地方，然后晚上的时候去看比赛。今天先介绍一下球队的出场嘉宾，上海远道而来的威少啊，彭少啊，帅的一匹，我操！华林，滋滋冒油。老左啊，比较油腻的男。Let's go！ 沈阔，我更牛逼。OK， 富哥。坤坤啊，然后还有几个朋友在路上呢，一会儿再给大家看。这个时候肯定要扎皮，滋滋冒油的烤羊肉啊。朋友们，微风习习，这太舒服了，吃着烧烤，喝着啤酒，一会儿去看个欧冠的决赛，哎呀，这不滋滋冒油，干杯！来 ，OK， 朋友们，烤羊肉太香了，滋滋冒油。快走，快走，快点，快来！啊，这不滋滋冒油。今天这晚风尤其舒服，刚洗完澡，下午踢完球，然后这会儿洗个澡，晚上卷个饭，半夜看个欧冠。黑胡椒牛肉，OK， 朋友们继续炫啊，干杯！黑胡椒牛肉，滋滋冒油，这不，哇！不然点肉卷呗，点了点了啊，肉卷还能不点？我去，太香了。它这个黑胡椒牛肉特别提味啊，它这个味道特别重，特别香。你在上海去过？朋友们，滋滋冒油的烤肉筋啊，开卷，哇天，撸串直死个撸。你先，还公盘，太香了，那肥油吃着太滋滋冒油了。哇，纸包鱼，朋友们去炫这个纸包鱼啊，滋滋冒油。你说话，哇，过了，我早就过了。鱼肉吃着还是健康鲜美，你过话。哇，我操你啊！我开人了，太香了。你各位朋友们，最后主食打底啊，炒面香不香？这个我跟你说，烧烤摊上这个炒面是真的香，有锅气，真的。你俩这样吧，没事。哇，太香了！这个里边这个菜，葱花什么白菜，有点你俩。真是滋滋冒油啊，太香了！真的啊，不是，朋友们，一口接一口，不骗大家，我能一口气把这一盘面吃完。哎，赢一把了，算了，一会儿还吃点别的。你们俩不开，我鹏哥已经到位了。没有 ，OK， 朋友们，这会儿差不多了，然后我们去酒店等待着欧冠决赛。OK， 朋友们看 ，OK， 朋友们看得开心，大家明天见。滋滋冒油，滋滋，还有个滋冒油啊。